我现在应该是到我第一位同学家的楼下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会接吗？会接吗？转至语音信箱，读声后开始计费。打过来，打过来了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大年初一，我突然临时起意想要拍这部影片，因为人家都说过年的时候就是要见亲朋好友嘛，然后就想到有一群人呢，他们其实就住在我家附近，然后我们真的也好几年没有见了，那就是我的国中同学们，因为长大了大家就各奔东西了，比较少联络啦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情谊还是在的。那我想说就是来做一个过年寻人启事的企划，就是要寻我这些国中同学，就算大家各奔东西，他们过年还是要回家的吧，我就猜他们现在一定都还在他们的老家里面，就是刚好呢最近都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生日，我们都是一二三月生日的，甚至还有一个是二月二十九号生日的，那我今天就是真的去买蛋糕然后送到他们面前，也祝他们生日快乐，然后顺便祝他们新年快乐这样。那我们就实验看看到底同学们到底在不在家好了， Go Go Go。在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为了有第二个镜头，还拿了我这只 5S 出来，居然还可以开机耶！好，我差不多要出门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兔子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会成功吗？你说呢？今天要去骑车，那我等一下就是先买三块蛋糕嘛。第一个同学应该在，第二个同学应该在，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打电话跟他祝生日快乐，希望这三个都会成功。如果三个人都不在的话，那我就三块蛋糕自己吃掉。这刘海被安全帽压爆，这是怎样？为什么只弯了一半？好了，我不管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现在应该是到我第一位同学家的楼下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。但有一个困扰是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家楼下。之前好像通常就是送他到他家那个下坡，因为基隆有很多山坡嘛，所以他就会自己走上这个山坡。然后现在要来打电话。哇，好怪哦！电话的时候会用这个5S 来录音，试试看。我应该要打 LINE 还是打手机啊？现代人会接哪一个？他万一在打电动，他不就死掉了吗？第一个人，还是他在睡觉？万一打不通，那我打打看手机，会他的手机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会接吗？会接吗？转至语音信箱，读声后开始计费。我猜他可能在睡觉，我要先去找第二个人。天哪，有点不敢自己去。还是我晚上来执行这个计划，我们的第一个人接电话之后再继续。反正初一还没有结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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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打过来，打过来了。喂？喂？喂？你在家吗？我在家。你在家？那你有空吗？你不是我现在在你家楼下。哦，你干嘛？没有，我想说来拜年。来拜年？那我下去吗？对，你可以准备一下。哦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。成功了！我刚刚真的想说，哦，这个计划要泡汤了。我刚想起一件事，忘记买蜡烛了。那我就是直接唱歌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耶、yeah、我昨天想说哎、欸，我好像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、嗯、然后想说不是在家里在旁边，再去买个蛋糕好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问你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家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马上就答应了吗？可是我都在家，耶！yeah, 第一位同学 get， 我们有多久没见啊？你上次见到我什么时候？毕展吗？我的毕展还是聚餐？我没有聚餐过吗？好了。出发，出发！我们要去找第二个同学。然后这个同学呢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他，而且我也没有他的消息，他也没有 IG， 然后他也不会来。试试看，走吧。现在来到第二个同学家，
怎么办？会不会等一下开门的是他哥？有机会对不对？好，打电话看看。哎，那你觉得要打 LINE 还是打电话？因为刚刚打给你，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。都打，都打吗？那先打哪里？先打 LINE 啊，虽然他是 LINE 都不回的人，他都不回哎、欸。我们也才四个人，他还可以潜水，什么意思？他的 ID 是什么？就是本名。哦，是名字而已，没有姓氏。哦，哎呦，他换了头贴哦。哎呦，不回 LINE 然后就换头贴，咋喽？等一下蛋糕没有拿出来。喂，接了，接了。哎，你，我们在你家门口啊，搞掉我。快乐，你怎么没看到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为什么声音好像在楼下？哎，我没想到你会接电话、欸，我会接，没有我看到，我想说、有点意外。那你可以跟我们说，为什么你都不回讯息吗？因为我不知道回什么、啊，而且又无话可说。而且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潜水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四个人，然后里面好像四个还是可以潜水，好像是女生的那个，应该是没有其他男的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我想说，我们可以三个人去找点点拜年，他应该不在基隆。早就这样，早就搬了。对啊，他知道，我知道他搬家了。但我本来就想说是线上跟他拜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打电话给他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打给第三位，他凑齐这个群组的所有人了。可惜他应该不在，可是我昨天看一下他的行动，他好像在打小钢珠。你说在日本吗？在台中，他好像在台中打小钢珠。哎、那你觉得要打 LINE 给他还是打电话给他？因为你们几个都是我还有手机的。他有在用 LINE 吗？他有在，哎、你才没有在用 LINE 吧？打给他看下去。我觉得他是最不可能会接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在外面玩，他所以他是最后一个。他就是他还在打小钢珠，你没看到吗？太厉害了！你可以试试吗？哎、欸，你都是在外面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你是不是在台中？我在云林。你有在一万里吗？根本遇不到。我在整个台湾都爬爬照。我同学。哎、嗨，同学你好。嗨，新年快乐。你看吗？是有 WiFi。好笑。不用认同。还不够有人。还不够有人。哎，我们已经开好久哎。哎、欸，他跟我一起跳舞哎、欸！我有看到他那个舞，我在里面啊，我在里面。对对对，認清我突然认清，讯号好差，云林，云林的讯号。吓死我了！我想说，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？没有，因为我是我今天好看的比较好啊，有没有，因为我昨天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大家最近都生日，所以就要拿生日蛋糕。等一下，他的在哪里？忘记拿了。所以我会帮你吃掉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啊，然后我在拍影片，我想说拍成一个寻人启事好了。好，寻我吗？你要找到我，好像真的很难。好的、啊，就差不多这样，跟你拜年，新年快乐、啊。拜拜。我们居然成功哎、欸！这蛋糕我会自己吃掉。家是有会转的餐桌哎、欸，对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没有，我只是有一点忘记。你也来一个，然后我全部都要打马蜂。